杀完。我怎么说呢？你是一个芬妮，你现在应该非常清楚你附近有多少人。我知道，我有点害怕了，要不我走吧。我真的是这个复活头全是人，落地还没有枪，脉冲心，哎，还不错，先知道了一个执念，直接给补掉，身上没甲，直接先飞一手高点，有人在楼上，跳下去，枪补的不错 ，M 四零和脉冲心落地的这把两把枪很好哎。敌人上来了，还有使用器召回器。先追一手，追一手，还有两个。等一下，一个安吉拉，还一次，哎，这么漂亮！我打倒四个，打倒四个，但是啊，你们队只剩下一个生物周了。好，我性命出去了，我接受不了，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你让我怎么接受啊？我打倒四个，队友没了，不玩了。我说你吧，我很难不笑出来，你知道吗？我群英城打倒四个，这波四月的操作非常的漂亮，被身后的抽把抽倒了。你看，其实该早点跳下去的。我想收那个安吉拉再跳下去。打完安吉拉跳下去，其实就刚刚好。主要我没。或者说，在安吉拉露头的时候，我们直接跳下去打安吉拉背身。正在给自己包扎。也可以。就是我怕安吉拉后面，因为我还听到一个脚步，我怕安吉拉后面再上来一个人，我就没敢下去。但是对面来了一个人给我打倒的，怎么躺着了？都是意外。好，你们两个拉进黑名单了，下把不和你玩了。我真服，要休息了。生不休天天埋汰你，那你把他埋了。我讲不出话了，我说我现在已经说不出话了。遁入虚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已经。刘老说你想休息了，不是就一天到晚我下来我狂杀四个，怒斩四人，刀，怒斩逆徒，好，还有三个逆徒直接就给我倒下来，怎么玩不了？哎，达人君这波被侧翼偷了，他这个位置他状态要被补，战友调回气，他盯楼上了，然后没听侧翼的脚步声。林墨，你到底干什么了？轩轩问你，他是不是也在黑名单里？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都这么年轻，倒头就睡是吧？哎，我只能说，就是经常会出现在官方直播间的，不管是水友也好，还是我们嘉宾也好，就现在就开始踏入了这个整活了，你知道吗？是。开始认真整活。不是，我这把认真打人，我下面就攒了四个逆徒，好，我应该还有三个反骨。只能看看别人了，也谢谢大家给我机会让我练练解说，谢谢大家，不容易你们两个。等这局结束，不是为什么只有你们被淘汰了呀？我不知道，很怪，真服了。七月被室友打得抱头鼠窜，我作证我没有，他只是有点红温。没有，其实没有同学，正在装填子弹，启动飞行模式。所以大家都会对生活有点不理解，我也是。我准备释放绝招了，更新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游戏账号的更新公告。还不客气，生不休说不客气。都加下吧，别在我的小队了，你出去。在 QQ 区，因为这一把的水友赛房间已经开始了，然后要等下一局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高能英雄。秋野这边飞到二楼，要偷一个侧身吗？我是队友，你队友打完架赶紧来舔个包。正在给自己包扎，部署救援无人机。空投支援舱准备，即将起飞。请立即归队。真的吗？那你快来打我的水友赛。试毒试毒，刘老说的对。倒也没有那么年轻，但是倒头就睡这个事儿，希望大家都可以倒头就睡，睡眠好才是真的好。我还是个零零后啊。四月哥哥，我也是黑名单吗？了解我们。你也是。我真的是。四月在直播间上班上的，每天都感觉头很疼，
但是回想一下，每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他使用过暴力手段。是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思绪很乱。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睡觉，躺床上就得想，我那一波打倒了四个，凭什么呀？你比如说这个场景还真有过，我们队有个队友在我上铺，嗯，晚上我们在那都默不作声刷手机，忽然来一句：“为什么不交闪呢？”还在 R 的时候是吗？是，那时候还在 RNG， 大家都在刷视频呢。他忽然来了一句这个，我知道他在问我，为什么不交召唤师技能？他忽然来一句：“你们这叫着急下班，真的假的？这就要下班？不行，给我待到十点钟。”23岁直接进养老院了，哎呀，你好厉害！交战，小助手被你吓到了，小助手现在不敢说话，小助手还在这里芬妮加油。芬妮没了。其他模式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游戏的更新公告哦，大家。ELG 大将军被召回了，想回复活楼看一眼是什么情况，但是召回楼已经没有人了。好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怪。当时我冒充水友给四月哥哥抓成猪头了，为什么我没枪？师傅修他居然还啊，秋刀鱼居然在直播间问为什么他没枪？我不知道啊，又不是我飞的。我真的是，你们几个是在这里整活吗？不许在直播间乱说话哦，轩轩。我会生气，我尊都会生气。是的，现在是水友赛，在 QQ 区。水友赛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自从我们打四个队友，一个打不了啊！我今天四月可能真的是睡不了觉了。我要看他们伤害，我接受不了，我看你们伤害一会儿。那可能就很尴尬了。不会是零吧，家人们？零我感觉倒不至于。但不会就是落下来一枪没开就没了吧？被小龙宝。秋刀鱼说他没枪，他可能真没伤害。被秋刀鱼他是小他妹妹啊，小龙宝他。遁入虚空，小心电磁干扰。被小龙宝抓的啊。对，现在开始的是水友赛，在 QQ 区，就是来看四月的嘛。怎么说呢？四月哥哥他困了，倒头就睡。也睡，年龄大了。一个即将步入养老院的零零后。你是龙猫爱，官方参与水友赛吗？参与啊，当然参与了。每次都给大家垫着顶的，放心。解决掉敌人了。有机会跟四月一队啊！现在打水友赛，有机会是和四月一队的。大家现在在弹幕上赶紧发，想和我一队的，我下班找你们。快到训练赛了，职业选手已经倒的差不多。小龙猫这边还是满编。他们这边离圈内挺近的，但圈口是有一个独孤狼，看他们能不能发现。这失落居然要靠两个小姐姐吗？太丢人了！绝招就绪，正在运送支援舱。小香宝，走这边吧。我觉得小香宝可爱一点。这个要关注游戏后续的更新公告啊！我也只是直播间的解说，然后后续的游戏内容安排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游戏后续的更新公告。下一个信号区离他们还是挺远的，他们要赶紧跑了。给你个狙。子弹还不让拿走，蓄力的枪没有子弹。秋刀鱼可能也睡不着了。开启成功。这不是，这是你专门补伤害也行，就是真的在队伍里面，安吉拉确实也是这样的打法。需要请举手。放置了虫洞。新游戏新职业技术怎么样啊？有一些非常非常就是个人实力很强很强的选手，有挺多的。大家都可以持续去关注，可以关注一下。像3A的999，现在已经叫他酒神了。那天将军说你要叫他酒神，我说好好好，我说好好好。我999问我999最后一波一打四不帅吗？我说帅帅帅，以后要叫酒神，我说好好好。3A的999，然后天霸的凋零 ，TC 的金木。都挺好，都蛮强的，个人实力其实都很强的。会不会有新英雄？会有的，当然会有啦。
盾的放置位置的话，怎么说呢？我们不是选手，我们第一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了解到选手当时的一个想法和心态。因为临场和大局是不一样的。对，就是我们上帝，就是我们现在 OB 视角看到的一个内容和选手他手机里面看到的东西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纠正。小龙往这边做一个。再给护甲充能。抱歉，说错了。作为跳板往前走一下。他好配合着这个。75点的经验，升到红甲之后，先拉一手小电。看前面有个人怎么处理？在追，已经在追了。三方直接拉枪。龙宝枪线非常的稳，直接是击倒了对面。就是没有什么招架之力啊，对面这一个人。直播间的你们三个是纯逗逼，可以。枪械的弹容量，你指的是什么枪呢？警告，信号区正在移动。大家有什么关于高能英雄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直播间的弹幕里面发送出来。我们每个直播间都会有专门的老师来收集大家的反馈的。也是要绕圈到一个群星城的位置，这位置其实没有什么掩体，走的话如果群星城内有架的不太好转点。他现在只能是从这个洞里面拉出去，然后去走右边的这个下坡。是的。如果说走左边的话，那他们现在看起来其实是蛮想和，就如果群星城里面有人的话，他们是蛮想打的。对，他们现在状态特别好。而且他们本身这条路就是在追人，所以是在找，看到了，看到了，直接三方枪线扫过去，对面一个安吉拉。但这波有点马。小技能先开了之后，这个盾已经要碎了。这个时候就属于杀鸡用宰牛刀，所以大家都没有去释放自己的一个技能。但这边不太好追击，因为是什么加速技能。侧面是发现两个蓝甲的人，估计是边丢了大招叫罩子。看那边两个人怎么处理。快了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的更新。没有办法，因为那是掩体，这踩跳板没踩上，有点可惜。也是跑了一个人在房间里，看能不能要不要找他。张茂这边没有准备找，是要打山坡上的一个人。来手小电。坡上的人是直接拉走了。从地图上看，还有一个人在防区内找刚才石头后的两个人。正在运送召回器吗？好的，我们都会去跟领导反馈大家每天在直播间遇到的这个事情的，大家放心。附近敌人很多，小心。就是抓着一队水友就开始穷追猛打，现在还剩9队，下把残编很多哎，你现在一看，下把要和他们当队友。可以，抛弃两个 BB， 谢谢大家夸奖。以前有队友叫 BB 的时候，就挺烦他的。我真服了。真有个队友叫 BB 呀、啊！我好像输过他比赛。对。要护甲充能。啊，您说这个名字我好熟，我好像输过这个比赛。这个。没有说这个名字的。对。交战，他是单线。有其他敌人，小心！附近敌人很多，小心！听到了，听到了。今天晚上睡不着，在想为什么落地给我不会的枪。我跟你说，你们四个人里面唯一真的睡不着就是思月，哥们落地打四个容易吗？哦，大英队，大英队直接被击倒了。小龙马这边是一个没打，但是队应该是只有一个人要跑路了。OK， 大家放心，每天我们都会有老师在直播间收集反馈大家的意见的。要去找一个跳位。突击位是哪个选手首选？一号位啊，一号位是公认的突击位。自救的这个不知道，这个要看。安吉拉的空投里面没有召回器。再给护甲充能。没有。安吉拉的空投是不刷召回器的，只有系统空投才有。但是火车上是有几率刷出召回器的。警告，火车上那个抽小，对抽奖，让我只抽出来一次。在信号接收区之外的话，就是打这个医疗包是可以回复信号值的。所以下把想看你的视角，你叫什么？游戏 ID 是什么？小助手这么聪明吗？大家游戏内的问题也可以联系游戏内的客服去反馈啊。
现在场上还剩六支小队，小龙马这么上去，要是要和十五队撞到一起，保持警惕。十五队他们状态也非常好，这边先丢一个投掷物，拉出来被拖了两枪，对面也是不准备直接恋战，直接拉到下面去了。另外一支小队，他们也在行动。在车后看到两个人先丢投掷物是没有炸到，对面两个人是往后撤。侧边是有一个在补枪的，看要先处理谁，好处理侧面这个人。瑞影和小龙马两个人轮边，但这时候就有点感觉。那参加什么了？了解我说，四月哥哥，你能不能下把玩金蝉子？我想看你倒头就睡死。不行，我金蝉子太强了，容易大杀特杀。我受伤了。绝招冲刺的生存概率很低吗？不是，是基本上有了就用了，就不会留。想把这里打个高能治疗器，但是龙马那边已经打好了，很少有人会留。对，是协助帮忙击倒这边安全了。对，这里是高能英雄的官方直播间哦，各位。在火车上刷出两个召回器，那你有点东西啊？运气谁都有，谁先用完谁先走。你好酸，你这个真的好酸。只是想起来了就讲一下。这个我没有试过，我没有在决赛圈外打这个，太浪费了。决赛圈那个信号接收区之外打那个高能治疗器会恢复信号值吗？应该是会的吧。会的会的。哦，因为你血量满了嘛，它也会恢复信号值。我们附近有敌方小队，保持警惕。什么时候出新英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游戏的更新公告。高速度看到，他们也在行动。15队仅剩了一个人，还是简单打拿下。还剩最后四支小队，赶紧结束吧，想下一局。感觉残边很多，敌人在那儿。这边小香宝打得很主动啊，身上星力是冰城的 M 正义。你看现在的一个固配，基本上就是星力负责这个近距离，然后再配上一把全自动的 M401或者是 R17去打这些中远。是的，这样比较合理嘛？除非你要有的英雄他要拿，可以期待我们后续的爆料哦。直播间是没有办法详细的给大家说英雄的，只能期待我们后续的爆料情况了。小香宝这边是来到。楼道下看到一个罗伊斯，我们进行操作，发现他这边没有跟到枪，也是被拿下。我们附近有敌方小队，保持停下。他们从这个洞绕过去，其实是个挺聪明的选择。但是这个信号区应该痛了，嗯，直接进圈了。但是这一波的话，其实算是丢失了一下他自己的一个视野。然后前面的话，其实有队友在的，他自己身上虽然行走的技能还在。最后两个人是一个残边。烟幕扫出来了，都在房子里。喜欢玩火吗？因为状态不是很好了，要被烧到感觉是直接没了。可以哦，对，测试服就是可以提前体验到下个版本的瞄准一下烧的机制。烧到里面的人没？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 OB 视角。好，好，185、267、260，好。你是多少？我800。啊，我700整。可以。